艾瑞卡，我今天呢来到我久违的龙潭会社，而且我这里竟然就发现到啊，完全不一样哎，它变得更宽敞了，而且它把原本啊2台巨无霸的娃娃机啊都给撤走，摆放了更多，展示出来更多公仔给大家看。像是我之前一进来的时候，我就看到左手边呢2座新的展示柜，不管是说你从外面看，还是说从里面看，都会看到老板展示了非常多的公仔。那下面呢就有非常多女生喜欢的盲包，然后再往下走的话呢，可以看到一整面啊，就是我们可以直接购买的日版公仔精品。再呢，我觉得另外一个最酷的地方就是老板的柜台，你们看，超级酷，对不对？它展示的都是老板自己收藏的七龙珠，像是啊有大大圆，然后有旁边的胖虎屋，然后17、18号，然后下面还有神龙哎。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很像是我在那个逛日本2手玩具店一样啊，就是非常多、非常丰富的七龙珠作品。然后再来呢，带大家来去看一下，就是后面这边呢，就是满满的一番赏专区，有最新的《侏罗纪公园》，然后有数码宝贝，还有最新的《JoJo》。像是他这种废套的啊，他就会说啊，只要抽到 B， 他就送你全部，也包含说最后场就会送。然后我今天来的目的当然就是要抽一番赏啊，我要抽这一套。跟你们说，这套我之前啊在绑 Bright 石头展没有抽到的一番赏，那简单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套《火影忍者》一番赏的奖赏有哪些。那这次的公仔呢都是采用 Master 系列 ，A 赏的话呢是鸣人 ，B 赏的话是佐助 ，C 赏我爱罗 ，D 赏的话是佐助的哥哥宇智波鼬，那最后赏的话是卡卡西 ，E 赏的话呢是塑胶杯 ，F 赏的话呢是软胶杯垫 ，G 赏的话是塑胶海报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赶快找老板抽一番赏。要开抽了，我决定呢，今天要来10抽。那我今天的目标呢，就是 B 赏佐助 ，C 赏我爱罗，然后还有 D 赏鼬。跟你们说，他这套一番赏，我自己是觉得他的配乐还蛮好的，就是他80抽有8只公仔，不知道大家知道，现在很多一番赏呢，他就只有出6只公仔，5只公仔是不是很难抽？所以这套我觉得8只公仔还算合理范围内。那我就先10抽，先拿10张。哎，我做的第一本19了，1990，好，怎么办？好紧张，我超全新的一套哎、欸，我要 B C D， 怎么样、哦？第一抽 G 赏，好 ，G 赏不重要，想想自己一的 G 赏，哎、欸，双 G 哎、欸，怎么一回事？没有毛巾，为什么还双 G？ 第3抽 E 赏，E 赏就觉得很前面，结果没，E 赏是杯子 B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我现在都已经抽到小赏了，该来个大赏了吧？G 赏，又是 G， 哦，又是 G 赏，又是 G 狂G， 又是 G， 哎、欸，我疯狂在 G 哎、欸，你们帮我看好，我要 B C D， 哎、欸，我就。不想要吗？又要来什么？不管，我要带10抽。而且刚刚一直狂狙哎、欸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多一张，先放旁边。我要 D C D， 好。我用咪的好，又是 G， 我们要改变一种抽法，我们来咪一下 B C D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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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G， 哦，我摆弄不了 G 啦！我现在就是有点怒，就是我疯狂在抽 G，G 有几个我看一下，哦，G有28个哎，难怪一直抽到。哎，不赏！我现在要反方向，我不要 B C D， 我不要 B C D， 会不会中呢？又是 F， 来吧，有！我就跟你说啊，我现在就不要，我现在不要 B 跟 D， 我现在不要 B 跟 D， 我要反方向思考，我不要 B 跟 D 就会抽到了，我不要 B D。F 赏，哎呦，一赏哦，吓死了！一赏是杯子啦，那我们用咪牌了好了，好，不可以看，我用咪牌了，不长啦！哦，最后一个不可以看，画好，试一试，然后自己忘记是哪一边，就尴尬、啊。我不要 B 跟 D 有边哦。 不要 我抽到 A B C， 我觉得很厉害哦，20套 A B C， 我觉得可以，抽太险，那我们就先请老板帮我们拿奖赏。耶！你们看我今天运气超级好了，我20抽直接带走了 A B C， 只差一个又没有抽到，但没有关系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他这一套火影忍者的一番赏，他的小赏都做得很好哎、欸。 那我简单跟大家做一个全开箱，我们先从小奖开始介绍。先看一下这个 G 赏的话呢，它就是塑胶的海报。那我挑选了一张我自己觉得超级好看的名人，这张呢，我觉得啊，不管是说我们放在就是一般家里贴起来当做展示，还是说要放在灯箱上面，我都觉得很适合。尤其是这张，如果你们放在灯箱里面，超级好看的，给你们看。刚好这边有灯，这样有没有看到？超帅！ 对，而且啊，老板刚刚跟我说啊，他这个款式啊都拿到没有了，所以如果大家有去抽火影忍者的话，可以先挑选这个款式。F 厂的话呢是软胶杯垫，那它除了说它可以当杯垫之外，它上面还要打一个洞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当做是钥匙圈。但是因为它里面没有附这个链子，相信大家之前应该收集蛮多经典时尚小垃圾，应该都有这个链子吧？这样套上去呢就可以了。那我就挑选了2款。这件衣裳呢是杯子，那杯子呢它就是采用黑色的底，然后金色的图案，抽到。 到的是这一个，我爱罗还蛮好看的。今天呢，跟大家介绍的这一次火影忍者公仔的部分，跟你们说，它这次的公仔真的是做的超级好的。那我就先从鸣人开始跟大家介绍。 那这些鸣人呢？我一开始呢觉得说啊，又是老样子，永远的鸣人。但是呢，殊不知啊，开箱之后发现到他做的超级好的。首先我们先看到他的脸部啊，他的表情做的非常的细致。再说他的护额上面呢，也有做出该有的纹路。那左手臂上面呢，也有啊漩涡的图腾。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整个都有做出那种战神的感觉。可以看到他的上衣啊，除了说有飘逸感之外，他的下摆呢都满满的战神感。然后裤子的地方呢，也有做出那种战神感以及 那个皱褶的效果，然后它的绷带啊也有呈现出来。这只我跟你们说很可以。再来就是 B 桑佐助，你们看他脸部的表情是不是做得非常细致，很锐利的感觉？在他的头发的地方都是有做出那种飘逸感，然后他的领子的地方都有做出那种立领的感觉。链子呢细致度呢也有呈现出来，然后他的衣服啊满满的都是细节，尤其是他中间这个绳子也太好看了吧。然后重点就是他这一只啊，还有做出他的 武器，你看它上面的银色涂装超级好看的，完全都没有异色的问题耶！这一套火影忍者一番赏我最喜欢的，我爱罗，跟你们说必收啦！光是看到它后面的葫芦啊，你们就一定会超级惊艳的。我们看一下它的脸啊，它的细致度啊，看它的爱。 有没有完全都没有涂装上面的异色，然后眼睛的瞳孔啊也做得非常的漂亮，再就像她头发、啊、上面都有做出那种渐层色的效果，然后衣服啊满满的都是那种皱褶感，然后上面还有做出那种渐层色的涂装，然后它下面的绷带啊也有做出那种旧化的效果。最喜欢就是它的葫芦，它的葫芦除了说它有做出它的那种符文之外啊，上面啊还有做出那种时间白酒的那种纹路都有做出来，超级好看的。我已经好久没有 又来龙腾会社抽的机构，一来发现老板整个空间完全不一样。除了说特别宽敞之外，还展示出来非常多的公仔，尤其是老板这一柜，他的收藏真的是非常的精彩。那这次呢，来这边抽火影忍者一番赏，运气超级好了，20抽直接暴击，老板抽掉了 A、B、C 赏。那老板呢还推荐我他非常自豪的一番赏，就是后面这个自制一番赏。那他这个玩法就跟我们平常在抽一番赏的玩法是不太一样的，他这个呢是直接用撕的方式，像 是呢，很多人啊都会站在这个地方去算一下，说，哎，接下来的大奖呢会出在哪里？跟我们平常玩一番赏啊，算几率是不一样的。像是呢，你看哦，这边已经出了 L M L M N， 就是小奖嘛，然后这个也是小奖 ，L N M N M L 也是小奖。但是你看它上面已经出了 C 赏，又出了 F 赏，所以我觉得它，你看这个绝对不会是大奖，这个也绝对不会是大奖。我觉得大奖一定是在出在这一个，所以我撕给大家看，搞不好这一个就是大奖哦。 会不会哦 ？M 赏，那跟大家预告一下，他们接下来的 SP 赏就是上面这一支多佛朗明哥。那如果你很喜欢这一支多佛朗明哥的话呢，都可以来老板这边抽自制的一番赏。那龙腾会社呢，他们还有线上抽一番赏，大家呢都可以搜寻一番赏就可以找到龙腾会社了。所以我今天一来的时候啊，就看到超级多的火影忍者一番赏，老板就说，这些是准备要出货的。那龙腾会社呢，它就会在大新街43号乐华夜市呢正对面的巷子里面走进来就对喽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教到这边，喜欢影片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看片，别忘记追踪我们的 IG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跟大家见面喽，拜拜。安有啊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吸气。SP 旁边会有 A 啊，是不是啊？B 哦，B 上黑魔女啊，哎呦，黑魔女。还是中了。